我签上吗？你刚刚喝水吗？要呛到水吗？少女满脸泥土，不断的哭泣。救护人员刚从水里面将她救起来，惊魂未定。到音量处好不好？你眼睛闭上哦，我帮你弄沙子弄好。眼睛闭上，眼睛先闭起来。你叫一台啊你？哎呀，该一台啊！少女吓到说不出话来，身体不断的颤抖。救护人员怕她失温，赶紧将她送医。但女子没办法自行走路，有热心民众背着她上岸。救护人员再用担架将她抬上救护车。只是溺水的不只是这名少女，还有她的父亲。这名父亲被救起来的时候已经没了呼吸心跳，救护人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帮他做 CPR， 赶紧送医。只是父女俩怎么会来到海边还纷纷溺水？加上少女17岁还未成年，父亲则是63岁，两个人相差46岁。警方透露，这名父亲长期被病魔所苦，疑似久病厌世，待女儿寻短。该名父亲可能因为久病有一点厌世，本案该名女子已经有通知社工介入辅导。因为少女被救起来的时候情绪相当惊恐，无法表达。陈姓父亲送医后已经恢复呼吸心跳，但昏迷指数只有3，还在抢救中。确切的溺水原因恐怕得由陈爸爸清醒后才能厘清。记者赖文章、潘颖文台南报道。